好了吧？啊？啊？再来。这花生还整了还没三分之一，这花生确实上头了，还有好多都没有整的，地又干又硬，这一点都黄了，都烫一点了，再不能就是都老的了。正儿八经这花生独立上头了，哎，烫头呗，烫头。哎呀，头也不点，头也得干，是的。我的妈！你往那好的电视上给我好一点，我知道。嗯，这里不好好呀。这里苦，好好不好好。嗯，等我知道，我一点不好。不是，我还是你。现在一点点。说到这里的话，我倒还错。我现在好了，我要能好，再能好，再抓紧好吧，是呗？嗯。你等我。好抓。我也要。我压好啊，你知道吗？这刀子在开店的压。好的吗？哎，谁的？你来了。哎。哎，这个神秘人来给你。这是谁呀？他一看是谁？没了，张明回来了。老爷。你这天啥劳动力？他回来了，你在家休息了吧？你没进来了，你让。回来干活来了吗？正好这免费劳动力给你带地了啊！没说吧，正好俺这花生还整不回去，上完头来了，是吧？在那边好多的哇！你也没换个衣裳，穿个衣裳。这是换过的，这就是换过的衣服。不是，我说你也没这意思，没穿个长袖的。不用，我都穿短袖的，没的。晒得慌。我天天干活呢，也不是。那真你家给。肉的。那真他天天。这下我跟你说吧，佳敏，你回来了，你爸都轻松了。嗯。哎，哎，别别叨叨了，来。好吧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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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还能吃吗？能。这花生还挺难薅的啊。嗯。这没下雨吗？屋里没下雨，没声。你要天真好。两个手，两个手。两个手一起沉浸好。两个手攥住点，沉浸。对，这主要把这个。全部抓起来就能薅下来、哦、对对，抓少了薅不下来。哦，对，就是那样的。下面你加快速度啊！光你这得薅，你看。这你看，你妈来了，叫你手吧，你能不薅啊？是的，薅这薅狠了，干狠的了。昨天家看见，不是光秀。对，叫明儿那个开店那个老板把它捡起来。不是光秀直接。你看这最大一个这个，我身上长毛病了，这个好。我是。有时候别人吃也有别人吃。
咱好好忙的家人，不是光咱秀才摘的，咱好花生咱样样摘，跟那窝子。你放心，家里拿的，不是光养猪摘的，豆块也摘，是呗，家人？哎，家里主要是没有好过花生，不知道咋好。家人呢，老在我聪明的，一看都知道呀。这个是，只要有老的都摘。你叫好啊，好啊，还好不得。要是全方位发展，不能光一样秀才，回去得再装点水稻再。多压力不会，家门会花生长得还挺好的啊，长得挺好。你会桑树大道的？会呀、啊。桑树。哦，你家桑树的。这桑该懂事的。那你就说的那太小意思了。是啊，这桑也是举个该大啊。哎呀，你，你老爷给我这每年大枣树都是我的事，该回了你大枣了，你把我踢了吧，你打吧。大每年大核桃、大枣都是我的。我上你大门去，可累。反正我啥什么时候都能上学，不用梯子。哦。多高都能上。哦，你年轻嘞，我得上早梯。对了，爸，俺老爷叫你大早上说，我不敢来，我这脑袋上不去了，我以为爹回来给江斌打电话，江斌回来了。哈、哦、哈，对对对，老爷那枣树大都是我打的，俺别啥说不敢动手。